蔡诗芸已经结婚7年多，育有一个宝贝女儿。然而两人近期却经常婚变消息，长达8年没有出现在彼此的社群平台，引来不少网友猜测夫妻俩疑似分居中。先前王阳明出席品牌活动时被问及婚姻状况，当时他强调这是他和老婆之间的私事，希望大家给予他们空间。日前王阳明到菲律宾爱尼岛潜水，期间竟意外被礁岩割伤左脚大腿，鲜血直流的画面看起来相当吓人。所幸只是皮外伤，目前已经没有大碍。事实上，王阳明和蔡诗芸婚后常去爱尼岛度假，两人也很关注海洋与环境保护议题。此次王阳明重返当地，蔡诗芸却没有同行，再次引发网友的揣测。Bye.